首先请将电视缆线连接至本体天线输入接头。将内附 VGA 线一头连接至本体显示卡输入。另一头连接至电脑显示卡 VGA 输出接头上。将萤幕线直接连接至本体萤幕输出接头。将电源变压器连接至本体电源输入接头。另一头连接至电源插座上。将内附音源线一头连接至本体电脑声音输入。另一头连接至电脑音效卡声音输出接头。喇叭线再连接至本体喇叭输出接头。打开电视盒电源后，按 Menu 键进入选单。进入电视设定，再进入频道扫描，开始扫描频道。扫描完毕后即可开始观看电视。